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今天的破空与自估呢，我们继续欣赏一盘啊，自估大师赵老师的一盘棋啊。这是赵志勋老师啊，执黑对王立成的一盘对局啊。赵老师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出镜率算比较高的啊，不过且确实呢，他是这个。棋风酷爱实地啊，擅长自估，所以说一弄想起这个自估的这个题材啊，那么赵老师肯定是得首选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棋局。现在来说呢，黑棋这个子啊，白棋选择什么呢？小尖啊，这是直白的王立成，小尖，黑棋长。白棋跳啊，对黑棋这两个子呢发动攻击，这两个子呢显然呢是需要进行处理啊，但是怎么样这个进行自估呢，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难题啊。首先看这个，如果说只是这个猜疑啊，做活的话呢，那么这个白棋当然呢还是满意的啊。白棋就镇住啊，镇住。在这边呢，白棋是没有弱点的啊。你小尖呢，白棋就压住，是吧？这里是没有棋的，正好是个虎口啊，是虎口。那么你可能势必呢就要往外面跳，哎，那么黑白棋啊就老老实实的跟着跳啊，这个本身这个一跳呢，这目数是很有收获的，而黑棋这几个子呢啊依然没有脱离苦海啊，什么时候活也不知道啊，你要往外，这你总不能老走这种大亏大损的交换啊，这样的话这个肯定是呢不好的。那么如果说你不走这个跳啊，就是去就地做活啊，这个显得呢又太委屈了啊，太委屈啊。比如说你就算搬，想在这里寻求眼位啊，这个我就算即使不硬杀你啊，老老实实的外面走一个一类，或者说直接逼住啊，这样活呢当然是活了，但是这个明显呢活得太委屈啊，太委屈，这个肯定呢是不好的。那么拆一就地做活不好，那么就往外跑吧啊，比如说啊迈着大步往外跑。但是这个呢又显得呢有一点虚啊，有点虚。那么白棋啊可以飞夺掉你的这个根据地，同时这个联络似乎呢还有一些问题啊，还有一些问题。即使你能跳着连啊，那么这样呢白棋就贴着跟着印，随着这里子越来越厚啊，这个点三三的手段呢也逐渐呢消失了。那么白棋在通过攻击的过程中呢，首先已经获得了这个不少的这个利益，而黑棋外面这块棋呢可以说呢依然是欠着账，欠着。那这样自估呢就实在是太平庸了啊，太平庸了啊。那么就地做活也不好，往外逃跑呢也不佳啊。那么这两个子啊，应该呢怎么自估啊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跟赵老师学一下啊。
就是说，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太难啊。如果看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很多例子的话呢，这个也会知道，就这个时候呢，手是不行的，那么呢，只有呢就以攻代守。就自估的时候，就以攻击啊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那么这时候，赵老师走的是冲，哎，先去寻找白棋的弱点。这个呢，就可以说呢，在这个当前局部啊，应该来说是最佳的应对啊，最佳的应对。白棋如果挡的话，那么黑棋肯定是毫不犹豫的断上去啊，断上去。大家注意啊，就上面这一块白棋啊，没有活啊，没有完整的两个眼，那么呢，黑棋在这里就会有呢很多的借用。白棋打这个，那这边就陷入困境。那么白棋最强的呢，大概是跳，对吧？那么黑棋这个长呢，由于是先手啊，你还要补的话呢，那么黑棋反过来啊，可以把白棋啊给关进去。这样白棋呢，反而就是说呢，会陷入苦战啊，陷入苦战。白棋也不太好。那么现在打吃了呢，也夹不住啊，这个是夹不住啊。这个黑棋冲这个白棋啊，这个包围圈毛病太多啊，这样就算啊，直接一小尖就可以，就可以，这个已经冲不动了。这样呢，这个白棋啊不行啊。那么可见呢，在冲的时候，白棋这个直接挡住不行，那么白棋呢就只有退啊。这时候呢，黑棋依然得小心啊，这个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，还是去做活肯定不行啊，这个是。那么现在直接冲断了也不行啊，如果断下面，那么白棋就肯定就给你吃了啊，这个转换不成比例啊，不成比例，这个全等于死了，这样呢转换肯定不行。那么断上面现在情况呢和刚才挡不一样，跟他挡不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可以叫吃啊，因为你这个长啊现在是后手了啊，这个他退让的一路的话对上面是后手，那白棋叫吃完以后再一虎，哎，在这里呢获得了好心，这个黑棋反而呢拿这个白棋啊没有办法，没办法，你拐他就长是吧，你跳呢他就冲啊，这个这样呢黑棋呢反而呢有点冲动，有点冲动。那么黑棋该怎么办呢，我们再看看啊，还是不能简单的防守啊，但是呢立马冲断呢不行啊，你走得缓了，那么白棋就算再一走啊，或者这样呢，这当初的冲啊并没有起到作用。这时候赵老师又走出了这个紧凑的好手，哎，靠。在平时啊这个是非常损的一招，但是这里由于白棋有个明显的冲断的毛病，哎，这个靠呢就变成了紧凑的好棋。首先是白棋不能退，
白棋退的话呢，黑棋现在可以中断。现在中断成立了，这个有了这个交换就可以了。你不是打吃吗？啊，这样呢，由于白棋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先手啊，这个是黑棋这个是先手，那么再一拐呢，这个白棋跑不掉了，跑不掉。这个由于白棋自身啊气太紧啊，气太紧了，这个不能冲断，冲断被一滚打几乎就是一气就收拾了。那你虽然可以活，但是这个活了肯定不行啊，就是说你活了的话，就是这两个，那么他就老老实实补一手，以后还有扑了打的手段。这个呢白棋被关在里面活呢，这个肯定不行啊，你再做活的话，这个这块棋啊，还是黑棋呢攻白棋，这个呢白棋不行。那么冲断的时候呢，你这个退也一样啊，退这个呢好像也是一样啊。那么这个黑棋可以把这个走掉啊，走掉以后呢，然后可以强行的压住白棋。这个白棋还是气呢，有点紧，有点紧。你搬，我就搬。你粘上呢，黑棋就粘上也可以啊。这个里面呢，已经活不了了，已经活不了了。你从外面吃呢，这个。暂时啊好像是还可以啊，暂时是还可以。这样呢，这个由于黑棋啊这个有点紧啊，这个自身气呢也有点紧，有点小问题。不过呢黑棋可以呢虎在这啊，虎在这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白棋啊要收紧黑棋的气呢就比较困难啊。冲黑棋先跳一下也可以啊，不跳的话呢这个好像也能够这个把白棋啊给收紧啊，就直接断。白棋呢只有三口气，白棋只有三口气。这个里面呢是只有三口气啊，而外面呢似乎呢也收不住黑棋。这个白棋啊，就说这个退呢也呢不行啊，也不行。那么当然你冲的话不搬那就不可能了，是吧？你要是退一个的话呢，那么这个长出来这个。连通了还吃这么多，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王立成一看到这个地方不行啊，你也不能走这种俗手，是吧？也没有办法。你走这个呢，他至少藏这个都是先手啊，这个就还是可以呢，冲断啊，这个冲完了再藏就可以，还是呢不行。所以呢，考虑良久呢，只能是算跳补这个断点。那么黑棋获得的扳啊虎。的这个好行啊，那比任何单纯的跳呢都要好得多啊，这个可以说呢黑棋在这逃跑的同时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棋形，很好的棋形，可以说在这个地方以进为退啊，以攻为守，在这里自顾啊获得了这个成功啊，成功啊，这个也是以进为退，以攻为守的这个思路呢啊，就是说呢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如果只是单纯的逃跑自顾呢，显然呢是会比较被动啊，被动。在这个局面下呢，赵老师呢先教了我们一下啊，应该怎么样去自顾啊，那么也很有趣啊。随着这盘棋的进行啊，在这盘棋的后半段
啊，又出现了类似于啊这样的局面。那么呢，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啊，赵老师在这盘棋的后半段啊，也是通过什么样的自顾来获得胜利的呢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啊，棋盘到了进行到这个程度啊，这个直白的王立成一看呢，如果单纯的防守啊，这个不行，肯定不行了。那么呢，孤注一掷啊，放出最后的胜负手来靠断黑棋啊。黑棋当然也是不能退缩，那么必须得跑，白棋冲啊，这个转换不行啊，这个。如果说只是这样吃掉呢，这个不够啊，这个被他先手一断，这个空还是很大，所以也得跑出来。那么白棋长，黑棋冲，白棋冲啊，黑棋挡，走，打吃啊，提掉啊，这边呢就没有毛病了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问题呢？最后就集中在这里这块棋啊，显然这块棋没有活，这个怎么样呢？来处理啊，处理一下，这个把它做活。单纯的这个做活来说呢，依靠着这个小尖啊，应该是能活的啊，因为小尖完了以后呢，还有一个立的先手，那么再一虎啊，这个眼位呢是够了。不过这么简单的活呢，这个棋呢还不能说赢了啊。那么白棋可以打，这里虽然没棋啊，但是白棋呢可以提掉啊，黑棋提掉以后，白棋提是先手是吧，你这个得粘上，然后呢白棋就后势的退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黑棋啊还很难说获胜，你这里还需要努力是吧，不然被这个被挡住的话，这个这一带的白的空啊还是很大，这个都是先手为挡啊，这个或者他先挡一下也行啊，先挡一下也行再走。而这边以后呢，你这个还没完，他刺是先手是吧，他呢可以呢，哎，再这样慢慢的呢来搜刮你啊，搜刮你。这样黑棋肯定棋是活棋，但是呢赢不赢那就不一定啊，那就不一定。所以说啊，保守的这个活呢是不行的，还得啊这个做活的同时啊还得效率高，或者说呢做活的同时啊还得找找黑棋的毛病啊，找找白棋的毛病。那么赵老师在这种地方啊是肯定是非常的敏锐的啊，非常的敏锐的。那么他先搬来，先找找这个看看白棋呢怎么硬啊，白棋如果这样硬的话，那么这个就白白的便宜啊，以后就算这么走，我们刚才摆的啊提一张，这你这个挡先手呢，这两下已经是便宜大了啊，再去怎么办。这个直白的王立成啊也是形势吃紧啊，那么我就先挡，我就挡在这强行。注意啊，这一扳其实呢损失呢也不小啊，因为这个以后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啊，这个提完以后这里打吃呢就变成先手了，这个对这里的目数啊还是白棋有收获。那么黑棋啊接下来得继续努力啊，你不能回头又去啊，回头又去被他一断，这个就是说等于是白干了啊，白干了。那么小尖继续寻找这个白棋的这个弱点，白棋还是得硬啊，你不能被它扳下去，这个扳下去的话不但目数没了啊，而且这个地方脚上都不安全，因为你不能断的啊，这个形状是不能断，这边一冲呢以后就出问题啊，就是吃掉以后，所以白棋呢走的是退啊，挡住呢可能也差不多啊，挡住呢它等于就搬这个是吧，你粘上呢它以后这里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余味啊。
所以白棋退啊，白棋退，那么黑棋冲，这个还是一样的啊，黑棋呢继续冲，白棋要挡住，黑棋呢搬啊，黑棋搬，在做活之前尽量给对方呢制造一些麻烦啊，这个就是说自估的时候一定是要这样啊，做活之前也应该是这样，你不然的话呢单纯的傻乎乎的做活啊，这个就效率不高了。那么现在呢白棋当然无法忍受黑棋这个断吃先手，是吧，这个断吃先手做活，这个好像黑棋活得有点太舒服了，那白棋呢肯定粘上，粘上啊，也许这时候啊王立成觉得还无所谓啊，无所谓啊，就是说你这时候虽然呢拱了几下啊是便宜了一些，那么你现在做活呢那就算了啊，如果说黑棋觉得在这样吃做活比刚才是好多了，是吧，比输在这里做活要好一些，但是呢这样还是不足以呢获胜啊，不足以获胜，因为这个地方呢白棋有了这个子以后啊会有一些讨厌的事情，提了以后啊你呢把这个得打掉，是不是这样呢，我们刚才说过了啊，这个不棋啊被白棋变成先手了啊，这个劫肯定是打不赢的，那么呢白棋或者先打吃也行，把这个中间再围起来呢，这个黑棋呢依然不好，和退相比呢这里黑棋是便宜了一点，但这个地方被白棋打吃了一下啊，这个实际上呢是一回事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呢黑棋没有把握取胜啊，还可以说是一盘难讲的棋，难讲的棋，黑棋还是暂时不能这么下，当然赵老师在这里呢他辛苦了半天找对方的弱点，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啊最后还是委屈的做活，那肯定不会。那么这时候啊黑棋也没有这个他没有轻易的去做活啊，而是呢搬，这一下白棋就头疼了，这个没有想到这个黑棋他不但不做活还倒打一耙啊，先来继续追求白棋的毛病。那么白棋这时候弯，黑棋就贴，把这里的这个啊继续贴，这个就实在太凶了，不但不活还要倒过来吃白棋，这个白棋一下子啊在这里没有呢还手的余地了，关键有些东西啊来不及了啊，我们一会看哪里来不及一会就知道啊，现在白棋呢只有断这个对，那么黑棋顺势先手搬一下啊，搬一下以后呢，那么虽然这个子我没吃到你，但是由于有了当初这个子还是有点借用的啊，那么就先冲，这个的时候呢做活呢是不成问题啊，不成问题，白棋呢依然只有跟着硬打吃啊，打吃的时候呢这时候黑棋选择了从这里冲啊做活，因为现在啊这个是先手，我们把它看看啊，那么你这样的话呢这个还是活啊，还是能活，因为这里多了个立的这个先手借用啊，这个脚上的棋不一样可以呢立在这了啊，这几都是先手是吧，活呢也能活啊，那么白棋呢吃掉啊不是太好，这样呢可以呢就是说白棋确实也不是太好，但是呢这个赵老师是追求到极致啊，先冲冲在这火啊，要求效率更高，你如果退呢
那么我就先来，对吧？倒过来把你关进去啊，如果这样能把你关进去呢，那这个就活得更舒服了。所以白棋呢，它现在先吃，但是这个呢，就碰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问题了，这个地方走不着了。什么地方走不着了呢？那么你吃的时候，黑棋还当然还是吃，那你提的时候不行了。本来这个提是绝对的先手，但是由于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黑棋把这几个走完以后，把白棋这块棋呢断开了啊。他现在呢，这一块呢就可以不要了啊，就可以不要了啊。那么黑棋现在粘上，把这边呢这块棋啊给吃掉了。这个呢是不行，白棋啊虽然可以提，把上面也都吃掉，但是这个转换显然是不成比例啊，不成比例。那么这时候呢，黑棋在呢立啊，把这个地方彻底的活尽啊，彻底的活尽啊。加补一手啊，这样呢，白棋呢，就没有机会了啊，没有机会。如果说你不提这个啊，不提这个啊，你现在说想来杀他，但是呢，这个显然呢，是杀不着啊，因为这块棋已经是死了啊，这个黑棋就老老实实的补啊，最简单的招法呢，就是说虎一个啊，或者说是尖一个，这个都可以啊。由于尖总是先手，这个随时随便做个眼就行了啊，这个利还是先手，这样呢黑棋呢总是做活无忧啊。那么加补一手以后，白棋最后试探了一下小尖，被黑棋一张，这个死了啊。这等于是这块和这块棋呢形成了一个转换，但是呢明显是不成比例的，这个呢就不行了。先断也没有用啊，先断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形状呢正好是可以连通的棋形啊，连通的棋形，这个呢也是不行啊。这有个子啊，这样呢也是不行。那么走到这的时候呢，王立成呢也就是爽快的这个认输了啊，认输了。那么这盘棋呢，本来在黑棋我们看着好像是要急急忙忙啊，要准备做活，但是呢如果是简单的啊被动的做活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棋啊就是说只能说啊是还维持着均势，被白棋收刮呢黑棋呢不能赢。而赵老师呢通过一系列啊有点眼花缭乱的东钻一下西钻一下，在不知不觉中转过来反而把这个白棋给吃掉了啊，有点像变魔术一样。可见呢这个以攻为守啊，也说是自孤的啊一大诀窍啊，一大诀窍。那么到本期呢我们的这个破控与自孤呢就给大家讲解完了。希望大家啊通过收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讲座啊，在以后的对局中对于长形的破控啊，对于在实战中的自孤能够，如果您呢能够得到这个加强，有所进步呢，我将呢感到非常的高兴啊，非常的高兴啊。掌握一些要诀啊，当然呢加强一点计算力，想必您呢，我相信啊还是能够呢取得很大的这个进步的啊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啊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大家再见。